歡迎 Sir 石Sir手機，石Sir。係。誒，講股今日期結啦。嗯。今朝早誒27,000你噃。嗯。誒點算啊？你又貿戰啦，你又話而家債息又倒掛翻啦咁樣樣。嗯。27,000守唔到啦係嘛？今日都守到住嘅。今日仲守得住嘅。只能到今日嘅下晝。哦，期結完啦。期結完啦，即係4:00之後咧，咁就。哦。咁就唔知啦，冇安管啦，啊唔知啦，系咁仲有聽日咧，咁我估計聽日又未必咁易手噶啦，聽日未必咁易手啦，啊哦，唔使等埋外圍呢期結搞埋先，仲有呢個長外期指結算嘅，應唔應該去到11:00已經收工啦？哦，跟住就咁跟住之後，我估計啊，即係嚇，咁誒冇所謂嘅，而家你咧，我話唔知恆生指數30,000點，嗯，我信㗎，你講。哇，咁樣等下先啊！生我上去神台，等我搭落嚟。不過唔知幾時先。係咁，唔知幾時㗎。係咁，六月係咪都係真係會再差啲啊？六月應該會差啲嘅。差啲啊？會唔會而家又要睇下啲咩位咁樣咧？都唔使點睇啊！唔使點睇住。係由佢跌下先。咁由佢跌下先啦。咁即係一般嚟講，一年入邊嘅波動幅度嘅大漲係6,000至8,000點啊嘛。嗯。咁而家我哋依個嘅係30,000點嗰度碌落嚟啊嘛，咁30,000點碌落嚟，如果6,000點嘅咪24,000咯，咪24,000咯，系，啊如果8,000點嘅22,000咯，嗯，咁我會估計咧就應該去翻大概係24,000嗰邊啦，24,000嗰邊啊，24,000嗰邊，咁即係24,000嗰邊就點咧？就即係舊年嘅低位嘅咯，10月30號，系，嗰日咧又係一個期指結算嚟嘅，哦。咁然之後咧，10月31號咧就湧咗上去，係成啦。嗯，即係向24,000進發。啊，我估計會係咁樣樣。嗯。咁啊，當然啦，你會有樣嘢嘅，突然之間特朗普話：，唔打啦。哦，咁快就收？咁就即刻唔同曬啦。係。咁啊，彈翻上你所話齋嘅30,000邊，啊，以至去48,000啦。係。嚇！哇！你真係發達。但係唔知幾時先會講呢句嘢。冇咁早。係。咁啊。恆生指數會唔會上去40,000+嗰邊咧？咁我人咧係即係覺得，我係仲係樂觀嘅，係有機會嘅。係咁啊，不過咧係即係要等到以後嘅好多嘅情況先嚟湊合。係咁啊，即係上去嗰陣時咧，就算落唔到去48,000咧，我估計都應該上38,000嘅。嗯。咁啊，如果38,000係企得好啲嘅時，將咧唔覺意就應該52,000嘅。哦。哇！唔覺意添啊，多嘅真係。係。咁呢個咧就當然啦，特朗普之流行浪瞓低。嗯。咪有排等咯！啊，又唔係嘅啫喎，係咩？唔知嘅喎，真係，真世界世事常變。你暫時都口風未變啦。你應該要睇得到有樣嘢，特朗普瞓低嗰日，你都未瞓低㗎，應該。你有青春。有，係。用青春嚟搭救。嗯，哦，我哋用時間去打贏佢係咪？對。好，咁去睇下市點先啊，石Sir。好啊。咁啊，喺呢個恆生指數呢度好簡單啦，即係一路講係即係跌咗落嚟呢度咧，起先仲係28,000度可以即係。手手打橫行下咁，你睇到咧就唔得啦。咁一路削落嚟啦，咁樣咁啊，國企指數咧就係一樣都係咁削啦，上證指數又係咁削啦，啊深圳成分指數又係咁去到呢個打橫行啦，削住道瓊斯係咁削啦，嚇日經又係咁削啦。哦，講完，總之就係即係第一個字削，係呢次就係烏削削啦，係咪啊？係咁，即係呢樣嘢你睇到咧，即係呢次咁樣嘅下調落嚟咧，係一個環球。嘅股市方面都係出現到呢個問題嘅，咁即係呢個環股市出現問題係咪有關乎呢個嘅係貿戰呢樣嘢？即係特朗普即係打貿戰呢樣嘢，咁我又覺得即係佢有啲嘢係喺4月底嘅時咧，全世界好多人咧都覺得啊嗰、那個好情況嘅，咁即係4月底之後咧，5月初嘅時候即刻就唔同曬啦。係。咁唔同曬嘅時鐘啦，咁啊打嘅時候，咁你又跌曬落去咧。嗱，我而家再次睇翻日經呢度啦嚇。好啊。咁啊，日經咁應該同中美貿易係稍為距離遠啲啦。嗯。咁你睇到佢都係㗎，佢去到即係5月之前嘅時咧，一路係升上嚟嘅喎。係。啊，即係去到5月呢度之後嘅時鐘咧，佢就開始就唔掂啦。嗯、啊！喺呢度嚟講，五月咧，即係點解？特朗普嘅時喺呢度就已經出聲啦嘛。係美國方即係中美方面談唔妥啦嘛。咁就喺度，咁即係一開始時，削嚟咗呢度。嗱，大家睇睇啦。咁你去到第14號之後，因為特朗普咧
就應該喺五月即係四號到啊咩附近到咧，就即係反口嘅。係啊，唔知六號定七號都反口啦咁就。咁去到跌到落去十四號之後，嗱跟住之後咧，嗱相對地平靜咗嘅。係，即係特朗普呢個打貿戰呢個話係即係惡劣嚇，惡言惡行嗰鋪咧，基本上暫時消化咗。係，睇下後續。咁我再跟住我睇翻 Dow Jones，Dow Jones 都係嘅，去到呢個五月十三、十四號度咧，嗱十四號度係打橫噶啦，不過啊佢再繼續跌嘅，咁同樣咧，我睇恆生指數，恆生指數咧，我哋都係四月咁樣咁喺呢度咁做嘅，係咁去到呢個係十五號度咧，嗱我哋之後再繼續跌嘅，嗯啊咁啊，我哋睇翻上證啦，上證嘅啫就好簡單啦。就喺五月之前咧，五月六號到之前，佢已經話咗你死。係，佢已經喺早之前嘅時候，已經四月廿二號已經可以跌落嚟。嗱，佢跌完之後咧，佢唔需要等到呢個係五月十四號嘅喎。嗯。其實呢個低位係五月九號到嘅喎。係。以後就喺呢度。嗱，即是話俾我知點咧？有啲市場行早咗。嗯。先生先死。係。死過就可以翻生。嗯。咁而家你睇到就係暫時嚟講咧。即係呢個現在呢個水平，如果睇翻上證指數呢度，呢個水平咧上上下下浮沉咧，即係二三十點咧係冇乜問題嘅。嗯，即係代表咗特朗普話我頂你咁嗰句説話咧，已經係消化咗㗎。嗯，係市場上消化咗。嗱，我係咁樣用呢個方法嚟睇，先消化咗未？哦，咁既然係咁，你未消化，你繼續上落去啦。係，你消化咗嘛？好啦，咁當然大家好關心恆生指數。嗯，咁恆生指數咧就係衰在咧咁樣，五月十五號、十六號之後。佢繼續上上下，咁上下之後咧，佢上到呢度咧，佢未上完，嗯，未上完噶，系。咁之但係，如果你睇到嚇，係刀中即係依個刀中上到呢度，琴日上少少，嗱，咁啊依個 K 咧，基本上唔係好上嘅話咧，咁我哋會睇到一樣嘢，就會係如果再冇任何利淡嘅因素發生。基本上就可以呢個水平度咧係浮沉。哦，只能如果你話仲有啲後面啲緊緊樣嘢咁打緊咧，咁你就會睇到啦，就未上得完嘅。咁當然嘅風眼中心咧，風眼中心係喺我哋嚟講，咁我梗唔係睇上證噶啦，係咪啊？咁我梗係睇恆生指數嘅，睇呢個國企指數嘅。咁啊，上證咧參考下啊，咁深圳指數參考下。咁佢呢啲基本上咧唔係咁弱嘅話咧，咁我哋港股就咩嘢都係可以喺目前而家呢個位度，即係喺27,000-27,000到附近呢度咧徘徊。嗯。咁就希望咧就可以好啲。咁個別日子咧，我會睇到佢會點咧，攞落去268嘅。哦。攞落268，咁攞到268咧，又唔係太大問題嘅啫。嗯。咁啊，只要咧，如果再冇進一步嘅惡化咧。就應該喺呢個係268度附近啦。咁呢個位咧，我以前都講過係，但係268度係會去見得到之後就OK 下。咁之難，如果之後仲大家互相升級嘅話咧，咁啊冇法啦。咁啊建議24,000啦。咁嚇就係咁啦。都會唔會等到即係嚇六月尾，即係 G20先至會有個新方向啊？會等到嗰陣時嘅，等啲人心死。哦，心死添啊！嚇，心死啊！係啊，因為啲人咧會覺得就話啊，等啦，等佢見咗先啦，見你又好嘢啦。因為點解咧？阿特朗普成日會 U turn 噶嘛，係係嘛？係啊，你任何有 road sign 話唔俾 U turn 咧，佢突然之間就 U turn 俾你噶嘛，係咪啊？咁要一直向住前路一個 U turn， 咁所以咧我哋唔知道呢樣嘢嘅。嗯。咁而家美國嘅股市，你知唔知靠咩嘢嚟到支撐啊？啊，不嬲都係講回購噶啦。唔係。誒，唔係啦。唔係。係靠咩咧？靠美國嘅 Twitter，Twitman，哦，特朗普嘅啫，睇佢打咩啊？係啦，佢 tweet 一聲咁 tweet 咗上去嘅，係啊，就係咁簡單。哦，自己 tweet 落嚟啊！你即係回購咧，係即係實際嘅，嗯 ，tweet 一聲出口水嘅，係哦，就係咁樣。咁所以呢樣嘢咧，點都好咧，佢係會有啲嘅支持嘅。咁之但係咪可以大支持咧？我個人覺得開始美股咧會危嘅，危啊，危嘅，因為我哋知道中國有叫國家隊啦，美國一樣有國家隊嘅，不過佢英文名叫 Plunge Protection Team，
即跌市嘅係衛隊。嗯。咁呢啲跌市衛隊係屬於隸屬於邊度咧？美國聯邦儲備局紐約分行。嗯。哦。啊，咁佢現在主管嘅人叫阿 Porter。係。Porter 呢個名好緊要㗎。係點解咧？記唔記得？亨利波特 Harry Potter 記得係 Harry Potter 有隻嘢點咁啊搞掂啦嘛係咁啊呢個阿 Potter 嘅點咁啊搞掂嘅嗯真係好對唔住哦嗯做咩佢喺呢個今年嘅6月1日會退休佢辭職啊唔係退休哦辭職辭職嗯佢連埋佢副手係都辭職哦你冇人喎嗱好大件事啊係因為佢2012年嘅6月到加入聯邦儲備局嗯。當時佢調過去嘅啫，就做呢個咁樣嘅係所謂嘅係 Plunge Protection Team 嘅頭頭。係、嗯，咁當然咧 ，Plunge Protection Team 咧係即係美國金融市場俾佢嘅外號。嗯，佢負責嘅買賣咧，即、就、係、是、美國聯邦儲備局入面有個 Trading Desk 嘅，係即係交易台。咁咧負責咧就係股啦、債啦、匯。嗯，係債即係息啦。嗯，咁即是話。佢揸嘅嘢好勁啊！佢除咗唔搞樓之外，乜都搞。就而家呢啲所有金融產品搞曬。咁佢之前咧係一家嘅啲好勁嘅對沖基金。嗯、哦，即係搞啲依個量化量子基金嗰樣嗰啲嘢嚟做。咁啊，自然咧，對於運用依個係以四兩撥千斤，依個四兩撥千斤最近好興啊嘛！阿四叔講四兩撥千斤啊嘛。嗯，係啊。啊！咁佢咧就係用緊咧就係一大嗰個四兩撥千斤嚟搞呢啲咁樣嘢，咁啊四兩撥千斤嘅咩就即係四千倍嘅力，嗯，我打你一錘咧，你感受四千倍，係咁樣叫做四兩撥千斤。咁起咗咧，佢哋嗰搞嘅時候，一去到之後就點做咧？就將美國嘅係期貨市場入邊 VIX 即係波動指數咧，嗯，沽，哦，點解要沽咧？因為好多嘅係啲對沖基金咧。佢會有時要做嘢要對沖啊，咁、嗯、就會要做咧，就係話我要沽佢時咧，就即係話市會大上大落嘅話，咁啊波動指數咪會大咗，係，咁佢買個波動指數基金，咁佢揀佢要對沖，嗯，咁即係佢唔係，佢沽鬼你落嚟，哦，咁即係好似情況點咧？你個市升啊，我沽你港交所，嗯，你市升啊，我沽你騰訊，係，你就升得冇咁快噶啦嘛，係啊，撳住撳住，撳住噶啦嘛，咁佢專門係做呢樣嘢。咁當然佢如果做呢樣嘢，仲會點做咧？睇下邊啲人會有 share buyback 啦。喂嗱，我今日好做下，咁做 share buyback 拱咗佢。第二樣嘢咧，佢會揾嗰啲對沖基金，佢哋嘅個盤嘅止蝕位喺邊度？係嗱，揾個盤嘅止蝕位喺邊度嘅時咧，跟住點就 hit 到個止蝕盤，整爆佢，整爆你，整爆你嘅時候，你沽啊嘛，你沽美股啊嘛，咁啊夾到某一個位之後咧，係你夾一聲就上自己就上翻去噶。嗯，係。咁呢個咧其實喺1987年嘅時候，唔係1998年打香港打金融大鱷嘅時候，都係有呢樣香港政府有用呢招嘅。嗯，就點啊？夾到你去某個你嘅指示位嘅話，係截到你乜？咁你自然你自己就平盤冚翻咗，你會自己人踩人踩死人噶。係。咁美國政府咧，亦都係用到呢一樣嘢。嗯。好啦，咁除咗用呢啲之外咧。佢仲會去到睇下有邊啲位咧過咗之後咧，就會帶嚟啲人心旺，湧上去嘅。係。咁所以你見到美股咧跌咗落嚟之後，好快脆，挫一聲，嘖上翻去嘅。嗯。就呢個 Punch Protection Team 做。係。呢個絕對係高手嚟嘅。嗯。唔係一般央行用嘅方法去管理嘅市場。一般央行方嘅管理市場就係加下息啊、減下息啊咁樣噶嘛。係。啊，銀行存款對準備金率啊，定啲規則出嚟，咁廢鬼市場嚟。嗯。係。喺個市場度。嗯。出嚟，後巷打過、哦、抽過。哦。打掛咗你。係。咁完了咯。嗯。咁所以去到呢個階段嘅時候，如果佢次次咧，佢掌握比較較多資訊啊嘛，佢都有錢啊嘛。嗯。係。咁所以做嘅時候，好多時咧，你一沽落去咧，就俾佢夾死咗。嗯。咁。美國啲人就開始覺得，即係唔使死啦。個市冇嘢啊，個市冇嘢啦。咁即係話，既然係咁，我做咩要沽落去咧？嗯，係。係嘛？我唔好沽啦，盡量買上啦。嗯。係嘛？如果一落嚟嘅，仲係買上；一落嚟，我買上。嗱，咁就睇翻啦，睇翻個刀鐘，翻嚟睇翻個圖。好。嗱，琴日，你睇下，好多呢個錘頭。倒轉錘頭嘅，嗯，係嘛？係
昨晚如果最低跌過400多點，臨收市跌翻100多點，嗱就好似呢度咁樣，扯一雙上翻去，咁你會唔可以彈得到？你真真正正係升咧？嗱，開始揾到五點。嗯。嗱，呢度呢啲有個十字星喺度錘頭嘅，跟住升翻嘅。呢度有十字星喺度錘頭嘅話，我又升翻嘅。嗯。即係呢度，嗱一個嘅係頂住上去射擊之星啊！呢、這個第二日係向好嘅紅色嘅。嗯。即係再跟住我又跌嚟，咁即係證明點咧？個 plunge protection team 我自己嘅睇法就係話，開始你啲功夫就係俾人睇到。哦，你開始睇到。嗯。咁你既然開始俾人睇到嘅話咧，咁人哋要沽你嘅話，就可能會避一避你，咪呢度又再沽咯。嗯。嗱，咁我哋需要睇嘅點咧，就睇下嚟緊呢幾排嘅日子入邊，仲會唔會Dow Jones跌400彈翻200？嗯。或者跌400就彈夠你400。係。如果你以後出現咗就係。起啲咁樣睇啦，跌400彈200，打和。嗯。即係如果下轉咧係跌400彈100咧。嗯。嗱，你開始睇。唔夠力啦，係。個 plunge protection 添冇力，點解冇力咧？留意6月1日。哦。佢喺6月1日辭職嘅。嗯。咁所以如果6月3日嗰啲跌市跌咗落嚟，唔彈翻山上去咧，就即係新接手嗰個咧就係。哦。功力不夠。未適應到。未適應到，嗯，咁人哋咧出現炒家就恰你啦，哦，新仔上場恰你，咁你如果要做到呢樣嘢唔俾人恰咧，第一件事呢啲完全江湖大佬式嘅，哦，處理問題嘅，暴力咁樣對待啊，係好暴力處理問題嘅，即係你打我咪夾你咯，嗯，係好暴力噶，係，嗱，如果呢樣嘢佢係真正解唔到嘅話，就會出現一個問題，嗯，就即係佢係冇人去捉賊。哦，係。咁如果冇人去捉賊咧，就好簡單啦，賊仔橫行啦。我啲錢俾人偷曬啦。啊，係。咁喺Dow Jones跌落嚟嘅速度咧，可以好快嘅。嗯，係。因為突然之間，哇！你以前你沽我啲 Warp 啊嘛，沽曬我啲VIX 啊嘛，或者 Tether 啊嘛，我而家突然之間我如果冇人啊嘛，咁個市有啲波動，我係未買翻上去啊。嗯。咁你全部喺度咧，呢、這個如果越係對沖咗啊，嗰班友就越狼胎噶啦嘛，沽你。係。因為我對沖了嘛，咁唔使蝕咁多嘛，咁我揾得到。咁如果再落啲啲嘅話咧，如果我買咗個 put 嘅話，再落多啲，我賺好多噶嘛。係。咁若然係咁嘅話，如果留意翻美股嘅6月份，係咪咁樣樣會打咗落去唔識彈？嗯。如果真打咗落去唔識彈咧 ，OK， 咁我可以話俾你知，真正港股見25,000啊，24,000。是有機會的，是如果打了下去馬上彈回到那裡，那證明就是接手那個都可能是賊來的，哦，因為這個要用以賊捉賊，是因為如果不是你見到官員，即是我不怕這麼說，嗯，是有哪些央行的，哦，那官懂得就去搞這些的期權衍生的東西，你還要打個電話給人家，人家說喂阿乜水，你個盤做邊度啊？誒，嗯哎，我做呢度咯，咁樣人哋有交流噶嘛。嗯，你個官去到啊？你個盤喺邊度啊？嚇？哦哦，個盤啊，喺廁所啊。哦。你要個面盤啊？嗯。係要紅色嗰個定藍色嗰個？嗯，係。就是，咁樣咯。係好簡單，所以咧嚟緊咧喺6月1日之後。美股的變化，美息的變化，因為那個人 Prince President 是管息、管匯、管這個是股市的，嗯，是如果有任何東西是即是來到即是彈而乏力呢，嗯，就找了一個 Prince Protection Team， 就是 Punching Team， 哦，被人 punch 了，啊，是那這個呢就不講基本面，嗯，不要跟我講 earning， 不要跟我講派息，是而家講緊咩咧？街頭打鬥，俾人蝦。街頭打鬥就即是點咧？就是，市場上面官府同炒友民間嘅嗱，官民相爭，係嘛？你睇邊個贏啦？就咁啦。哦，咁你咧以前嘅時咧，呢個係 Porter 同埋 Days 咧，佢嗰個副手
有啲時候有官商勾結嘅，一話俾你知買啦 ，share buyback 你買啦，冇事啊，我等住你啊，嗯，咪放心去啊，放心去咯，就係咁啦。哦，所以咧，去到今年咧，唉，所以你係炒股，係好多變化嘅，係啊，你如果落後於個形勢，嗯，你揾到咪有啲現金，唔係喎，對唔住阿哥 ，front protection team 嗰個 hit。走了喎，走了之後個人的做法是有不同的，耶倫和鮑威爾的做法同不同啊？走完啦，係咪啊？咁所以你找得到又不同咯，嗯，啊，係咁啦 ，Sir， 今個禮拜咧有消息話咧，阿里巴巴咧可能準備咧嚟講又上市啦，嗯，係咪即係因為同股不同權咁樣搞掂啊？過嚟又玩翻啊？一方面係咁，係，第二方面咧。是美國會逼出嚟嘅，我逼出嚟嘅。第一，同股不同權呢樣嘢咧，我係一路都贊成嘅。嗯，係。因為世界經濟變咗，嗯，其實邊只變咗？咁變造成點樣咧？就係人哋當我哋講知識產權嘅時之中咧，係的而且確，我哋嘅腦，嗯，係可以好值錢嘅。係。咁以前咧就唔係嘅喎，就啲磚頭嚟嘅計算喎。哦。一嚿磚七毫子。嗯，十嚿磚七蚊咯，系啊，好易計。嗯，咁即系問題就會係有一樣嘢啦。我個腦同你個腦，嗯，點稱究竟值幾多錢咧？嗯，第二是另外一樣嘢，我今日嘅腦同兩年前嘅腦，嗯，同埋兩年之後嘅腦，會唔會係咩值唔值錢咧？嗯，嗱，如果你講係我今日嘅腦即係知識產權啊，係。中國講咪真係個腦係知識產權，係好值錢嘅話，兩年之後你可能俾人 overtake 嘅，嗯，係俾人 overtake 嘅，咁喺呢點入邊你又唔值錢咯，嗯，啊或者你兩年之內嘅時鐘你揾得到人哋永遠 over 唔 take， 唔可以 overtake 到你，咁你繼續喺度食肉咯，係，咁所以喺呢樣嘢嚟講咧，我最主要就係喺未來嗰個經濟社會入邊咧。最能夠決定到你的公司盈利或者什麼不是你有多少錢在這裡，嗯，不是你有多少磚頭在這裡，而是要看你的所謂知識產權，是很簡單的嘛，你找到某某大亨，不要講名啦，某某大亨，咁家財千億，嗯，好多啦，是佢個硬係唔識撳計數機，哦，要揾人幫佢撳計數機，嗯，係，咁你認為撳計數啲機呢個人可唔可以立世富家財咧？哦，睇心地啦嚇，係咪睇心地啊嘛？嗯，係，係嘛？所以呢、這個你係啊，你係搞嚟千億啦，你係好多啊，嗯，以前嘅社會入邊咧，你就以。每一股換一股，每一股一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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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即係而家唔係啊嘛。而家你呢個幾多千蚊都人哋可以一個腦喐曬你噶嘛。係。咁呢個知識產權嘅嘢，你同點計價啫？嗯。咁仲有一樣嘢喎，阿爸，你雖然有一千億啫，嗯，你唔識撳計數機啊嘛。係。你唔好阻住我啦。哦。你而家知唔知個價格跳動緊㗎？嗯。如果阻我嘅話，撳慢咗，你知唔知道公司即係你嘅家財係會好多損失㗎？係。咁話，我係老細喎，我嘅錢我嘅喎，點解我唔可以去撳住睇住啊？嗯。咁佢話俾你知，睇唔到㗎爸，你都唔識睇。嗯。喺呢點入邊，所以點解講未來嘅社會，當我講知識產權時，係真真正正應該係同股不同權。你立亂講，你又唔識外行人教馬雲，喂你個雲要咁做啊？阿馬雲聽完之後，一嚿雲啊真係，佢唔係一嚿雲，係佢激到雲，係咪啊？係你教我做嚿雲，嗯，我有名你叫我叫馬雲啊，係咪啊？係，所以你會呢？如果你同股有同權嘅話，數數啊馬雲嗱。你有一千股，我有一千股。嗯，係啊，大家咁大啊。你嗰啲唔好做啊，做我呢啲啊。嗯。你係咪需要俾阿馬雲佢？
他就應1000股，他應有2000股的投票權利。嗯。Overrule 你這個昂居的無知的股東，他1000股，那就同股不同權。是。之前的市場有很多是擔心那些第一代的創建者會死了的嘛，嗯，退休的嘛，是，是不是，嗯，看看那些兒子接不接到嘛，嗯，那你信什麼，你是信他那個腦而已嘛，是啊，你如果投資了巴菲特，嗯，假如說明天巴菲特掛了，哦，你那個股價跌還是升，跌，很簡單，嗯，即是如果我在這裡擁有的磚頭的，嗯，擁有這個什麼的，擁有一間什麼什麼那麼廠，是很簡單的，死了就死了，一間廠還在那裡嘛，是，啊，就一樣照賣咯，嗯，所以在這點呢，我們看到就是同股不同權其實是一個必然的趨勢，其實巴菲特那隻都是同股不同權的，嗯，是，是同股不同權的，哦，啊，你其他 B 股都沒 得投票權的，哦，嗯，是，有某些事項上面沒得做的，哦，為什麼你不要阻住地球轉啦，巴菲特咁醒，你話要咩？我攞翻個權啊，咁樣攞翻權啦，啊！我諗全部巴菲特嘅股東打你啊！係啊，啊！你何德何能啊？要攞佢權啊，嗯！我係俾巴菲特嘅，係我係信佢嘅啫，淨係係咁簡單。係啊，咁，所以呢樣嘢嚟講咧，又係一個情況。咁佢翻翻嚟好必然。係咁，當然啦。你現在美國佬遇到呢樣嘢，佢又一定要進行翻嚟。點解咧？因為美國佬今次打下孟晚舟或者等等，有呢個以前 Elston 呢間嘢，咁啊最近將佢即係有本書出嚟叫《美國的陷阱》咧，講其實講咩咧？就係講一點好簡單嘅啫。嗯。就係你知道有冇有冇公司喺美國度嘅？嗯。美國都要利用呢間公司 check 佢，透過佢 check 你。有冇做到違規於有損美國利益嘅嘢？哦，係咩叫違規有損美國利益嘅嘢咧？假設你呢間公司將有啲錢俾咗某人，嗯，去咗咁，咁就叫佢咧就話你俾叉燒飯呢度，嗯，咁我俾咗啦。叉燒飯當然不是真的叉燒飯啦，嗯，好似石油開採權啊、黃金開採權啊、船開採權啊咁樣呢樣嘢，係俾咗佢呢度之後嘅時鐘咧，咁美國佬話你唔得喎，你做呢樣嘢，一你涉嫌賄賂成分，嗯，有乜邊啲大工程喺呢啲咁嘅地區入邊，就咗包括你美國地區冇啲賄賂成分啦，啊，哦呵，嗯。好似乾淨個白兔仔，清洗個魚缸水，用咗咯，死啦，係，係咪啊？茶煙酒水飲茶食飯，嗯，你都灌咗唔少先簽到張單㗎，嗯，你講嗰啲唔係叫貪污咩？應酬嚇，啊！如果美國話你啲都係咁樣喎，貪污喎咁樣，嗯。第二樣嘢，你揾到一點佢話，喂，你簽咗呢樣嘢，影響到我美國嘅係利益喎，嗯，我又拉你，係，咁點影響美國利益啊？你而家舉個例嚇，嗯，哇！你竟然將痰罐唔要，要馬桶喎，哦，使個美國人嘅生活費用增加咗，嗯，我哋仲中意一啲痰罐噶嘛，喺偏遠地區，哦，咁樣樣影響利益啊，係影響利益喎，咁，嗯，影響呢個利益咩？叫國家安全利益喎，嗯，我飲你講嘅真係，啊，咁唔係啊，真正啊，係，即係出入不方便。是你是不是影響到人生的這個利益啊？有你自然就會影響到個國家利益的啦。是又不能動來動去，是不是，嗯，所以這件事他要做的時候就這樣，何志平就這樣被人拘捕了，嗯，他正如你說賄賂一些在非洲那邊的政府元首官員，嗯，真的錢在美國交收，嗯，是那就構成了你在我管轄之下犯罪的，嗯，如果第時何志平穿條泳褲去到夏威夷嗰游水，嗯，然之後先交收錢得唔得咧？對唔住，哦，夏威夷都我嘅，依個係水域，嗯，係。咁所以唯一一件事要做咧，就要係咪能搬離曬美國？係，就係咁啦。嗯，所以除咗
阿里巴巴除了他第一個搬來美國之外，我估計還有很多的中企公司和中國以外的公司，哦，即不只是中國，他如果可以認為抽離了美國市場，嗯，而做到交收或者做到等等東西，那些都會搬來。是因為為什麼無謂給你搞，嗯，是有個人是叫 Templeton 譚普頓，他是這個是所謂譚普頓基金的始創人，嗯，他現在居住在哪裡呢？愛爾蘭，嗯，他是入了籍那裡的，是他說得很清楚，我不想給美國的所謂的是稅收和遺產法捆綁住，嗯，是那就搬走了，是即大家避都是避的，是的，避都是避，嗯，若然你如果是這樣的話，避都是避的話，出現了一件事，美國日後扔下去的投資金額水扔給你，嗯，再其次跟你做生意要想一下，是啊，是不是，嗯，那是這樣的情況之中，你美國經濟怎樣好呢？嗯，說話要想想，對我們不是友善那些，不是我說，不是中國人說，是 Toyota 說，哦，講完啦。哦，中肯係咪即係？我唔係中肯，係一定會係佢有感而發。嗯，係。好啦，我睇睇。好啊。我哋講緊阿里巴巴係咪六月嚟咁？咁啊嚟到申請上市等等等樣嘢，呢好必然㗎啦。咁點解必然會申請佢翻嚟咧？佢以前阿里巴巴之前喺香港成立過公司㗎嘛。嗯。成立過一間咧就係同股同權嘅。咁到後來現在咧，又申請嗰啲咧就係同股不同權嘅。而家到時你揾翻佢，佢咪同股同權咯。不過唔係同股同權，都係同股不同權。不過就點咧？個範圍可能細少少咯。如果係友好嘅，我點解要離鄉別井去人哋度做？嗯。如果出邊真係好嘅，冇打嗌，我點解要回家？哦，咁被逼嘅而家即係。係咪啊？梗係會被逼啊嘛！嗯、如果唔係，你點解你一早揀咗去人哋嗰度啫？係，咁嘢呢度即係數個手指之後咁樣制度改咗啦嘛！係，你又咁講，好似呢個係揾老婆，哦，揾女朋友一樣，嗯，係咪啊？咁揾到嘅時鐘咧，冇法子都揾咗呢件咯。哦，咁有法子嘅揾件好啲嘅咯。嗯，係，係嘛？係男嘅如是，女嘅如是，係。啱啊，就咁樣啊嘛。嗯，所以咧，你揾得到嘅時咧，唔好同我講我愛你。哦，又唔好同我講我思鄉病。嗯，對商人嚟講，冇國界，冇鄉下，冇鄉下。嗯，係。嗯，邊度有錢喺邊度啦？有愛國商人咧就得嘅。嗯，不過好簡單，愛國商人咧通常都係怕街。哦，嗯，係。我講真愛國嗰啲啊，嗯，係。第一你要捐獻啦，嗯，第二要禁止罷賣啦，有某啲嘢唔肯依個咩做啦，係啊係啊。咁點咧？嗯，救國啊係。啊，好啦，咁啊，所以第二常識範圍就係1000億唔夠要上公司啦。如果唔夠400億就有財年有啲10億嘅收益啦。咁第二樣嘢就會講咧，就係話誒。同股不同權啊，唔同股票價權都可以。嗱，今次仲要唔同股票嘅價格嘅期都可以。好啦，再其次亦都有點咧，就係要守一啲所謂關税守則啦。嗯。呢個如果唔係嘅話，人哋話唔透明啊嘛。係。咁啊，最緊要咧，亦都係要點咧？就投資者喺紐約或者係倫敦嗰度有個兩年嘅上市經驗，配合咗有良好嘅規則嘅合，係即係記錄。嗯。啊！做俾佢個位，你都識啦，我做俾你睇啦。係啊，好啊！阿里巴巴第二上市地位咗擴寬渠道，咪提咗股票流動性嘅啦。啱噶，一去到嗰邊，正話已經講完阿里巴巴，你估唔俾人哋夾你咩？唔俾人哋食你夾棍咩？嗯。嚇！係咁嘅情況之中，咁啊好難搞嘅。咁啊，再其次咧就係。要講話冇咗美國，中資企業有好大發展空間。唉，啲講唔講都罷啦。嗯，係。咁啊，中國企業面嚟政府越嚟越多嘅敵意，唔單止你啊，唔使講啊，
連呢個豐田都咁話啦，係，咁算啦。咁啊，更加受到呢個好多部門嘅嚴正監管，啱噶。點解嚴正監管你啊？驚你走去偷佢啲嘢啊嘛。哦。啊，係。咁啊，再跟住咧就係呢個財政俾個財政部咧，就研究呢個先投款條，即係投資條款嘅限制。冇咩？有，不過未夠多嘛。嗯。咁啊，再其次咧，喺美國上市十大嘅中資股有咩嘢咧？即係呢啲都係可以係翻嚟嘅係股票。嗯。咁好簡單啦，誒嘥啦咁樣一路落嚟。咁落嚟嘅時鐘，你一定要睇，會唔會係全部都一定會受到咁多嘅影響嘅咧？會唔會啊？會唔會咧？嗯。第一，可以發展其他市場。第二。佢直接掛鬼咗。哦，唔睇嗰啲名字應該都未住嘅。唔知㗎。係。咁即係你呢度即係可以去呢個做嘅，即係翻嚟嘅時鐘。點解我哋可以翻掛鬼咗咧？而家喺一個所謂科技股入邊，有邊只你話俾我知，可以一定係可以十年之內都存在嘅？哦，咁啊，真係話唔埋喎。係咪啊？嗯。所以佢究竟佢係因為喺嗰邊撈唔掂？過嚟，因為喺嗰邊撈得好掂，因為要驚人哋而過嚟咧。嗯，我真係唔知。係。咁所以到時佢嚟到嘅時，始終有樣嘢小心啲，要揀。嗯。唔好以為咧啊，翻翻嚟，好似翻嚟探親咁樣嚇，即係。衣錦還鄉啊！衣錦還鄉咁，我哋一日撲入去，記住。嗯。唔一定，因為入邊有呢啲股票咧，暫時仲未有盈利嘅。係。咁啊，至於中芯國際啊，又會講啊，等等樣嘢呢樣嘢，好簡單啦。中芯國際唔係因為佢翻嚟而最近股價升嘅，而係因為話嚇，佢做到14纳米嘅晶圓片，因此價格咪升咯。嗯，好啦，咁啊，有啲人就講啦，G20方面之後咧，就之後又有呢個貿談嘅機會性啊。啊，有啲係講50%，有啲20%至30%，有啲講係全面開始。咁我嘅睇法就係、是。談談打打，哦，唔會全面開戰嘅，係。不過咧，就唔知大家聽眾睇唔睇到，我喺下面喺度踢緊佢，繼續踢緊，係，每集都踢緊啦，係。啊，踢緊佢腳，係。咁我喺表面嘅時候，其實好和諧，嗯，下面踢緊腳嘅，係。咁點解咧？好簡單啫，呢個世界，你會信佢打交嘅，咪信佢打交；你唔信佢打交，唔信佢打交。哦，嗯。好啊，咁啊，整體嘅時鐘，你話佢打與唔打，我自己覺得係好簡單。中國一定係唔想打，嗯，係。美國咧，亦都係特朗普，亦都唔係咁想打。哦，未落到台。不過佢下面啲幕僚咧，好多話要打，係都應嘅。點解呢個係特朗普認為唔咁想打咧？要睇睇一嗰、那個嘅係股票市場跌幾多？嗯。如果股票市場只係跌得3-5%，特朗普係有興趣打落去嘅。係。即係如果股票市場一跌到30%，唔使諗。嗯。特朗普一定唔同你打。嗯，救市先。係。救市先。咁究竟到時因為要救市，要同中國方面有幾多協妥咧？嗯。我唔知道。係。哦。所以若然咧，點解一去到話 OK 嘅話？個市會即刻彈翻曬上去，嗯，就因為咁樣啦。係，因為突然間特朗普話：我哋冇事啦，傾咗啦，咁就掂。嗯，咁之但係呢個唔係到中國方面可以去主宰特朗普嘅嘢嘅。嗯，咁所以亦都唔係中方嘅責任，咁亦都唔係香港嘅股民可以話你鬧特朗普，佢會眼眉條，佢會係變翻好人嘅，我又唔會。嗯，唔會咁睇。咁你話？咁將會點樣啊？咁樣咁將會咪好簡單咯。嗯。談談打打打打談談。係。咁如果你仲要受呢個談和談和談而刺激到上去嘅話咧，嗯。而唔係從歷史學取教訓，將會咁，即係咁樣啊，至多係平穩，同埋以至咁嘅話咧，你都要唔好咁樣買上係嘛？嗯，係係。咁點樣去做得到呢樣嘢？自己諗啦。嗯，係。總之，你除非佢即係話點先咧，
咁今次阿里巴巴如果真係嚟港上市，關唔關貿戰事咧？啊，貿戰事一定關嘅，因為咧佢而家盡量要想將美國方面喺佢嗰邊嘅資產係盡量抽到出嚟，唔俾美國有一方面嘅嘢係充公曬啲資產。哦，咁呢個好重要，我覺得係咁。係，所以即係都好多方面嘅原因嘅，衣錦還鄉又好啦，翻嚟捱下先又好啦，咁樣。係冇嘅，邊度衣錦還鄉啊？你見到有啲啊，如果喺嗰邊嘅時候撈得好掂嘅移民嘅，都去嗰邊撈噶啦。係，哦，咁樣樣，咁啊，暫時。如果我做美國總統嘅話，你睇我仲翻唔翻嚟衣錦還鄉？翻嚟睇下大家點啦，咁樣。好難啊！睇都唔睇你。哦，好，唔該曬 Sir。好。嗱，想重温翻 Sir 嘅手腳來咧，歡迎喺 hk.com 嘅點面區。今集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下星期同一時間再見啦。